都五天了，你怎么还把自己埋在书堆里啊？连个澡都不洗，味儿死了。你懂个屁，这可是这么多年来和虎啸堂有关的所有记载了。经过我的调查，我觉得那个求人酒很可能和虎啸堂的灭门案有关。有关？怎么有关？这个求人酒和虎啸堂的甲子之有一个共同的朋友，龙吟庄的丁红。凭我的直觉，这事儿绝对没那么简单。你的直觉？你那是嗅觉好不好？你懂个屁！哼，我现在就去找家谷堂主报告我的发现。左秋宁，你开什么玩笑？那个废物连一次任务都没有执行过，你居然推荐他去查虎啸堂灭门案？魏公主，你别忘了，上次能那么快找到灵图，还多亏了良缘呢。我敢断定，他绝对是一块带着的璞玉。璞玉？哼，长了一只狗鼻子的璞玉吗？嗯，够了。良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到一些关于虎啸堂灭门案的线索，请家谷堂主派我彻查此案。线索？就凭你？哎，说来听听。这几日来，我查遍了所有与虎啸堂甲子职有关的记载。据查，虎啸堂这十几年来并未得罪什么人，照理说不至引起灭门大案，但其堂主甲子职曾是景门三煞之一，如果结仇应该是那时所为。灭门说明此仇之深之大，那景门三煞其余二人很难脱掉干系，所以我想虎啸堂一案着落在他们身上必有收获。好，就派勘察手梁元前去查清虎啸堂灭门案。遵命。哥，你这勘察动作真的像狗一样，也太给勘察手丢脸了吧。你懂个屁，告诉你啊，既然偷着跟我出来，你就得乖乖听我的话，要不然我现在就把你送回去。好好好，我听话。哎，哥，咱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古阳城。为什么？因为同福镖局在古阳城。别乱问，快走。嗯，你就是专门来救我的。专门救你？别臭美了。